些鸡屁股，他就可以补充他的元气啊！最棒的国民外交。好，回到这场比赛，福伯还是一样，一球在手，乐趣无穷。这次是。对啊，还是找艾夫伯，艾夫伯龙图的出手，空心命中，麦高的优势，但是这球也没进。云豹打的反击都打得非常的快。哎呦，艾夫伯这边没有人去。波汉能要来单挑拉佩塔，能不能？这边被卡住了。哦，不过这边也盖下艾夫伯的火锅，反击变成。哇，两分！我今天是，他今天穿24号。哎，运气不错啊！吴荣茂棒浅，4分差，艾福伯。那情况下，我想进攻篮板球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啊，也算是可能海神稍微没意想到的。又是艾福伯，轻松放进2分了。最后一波的攻击，艾夫伯看起来是要自己来处理超大号的三分球，半分必得。艾夫伯他一个人基本上就是一半的得分之外，其他本土球员的一个火力挹注应该是要更加的一个帮忙了。但是今天艾夫伯一夫当切入传球，让魔兽更多机会可以进攻，而不是就是他一球在手，希望无穷啊！哇！拨掉了，差一点点发生失误，进攻时间剩下1秒钟，现在是 logo 下，艾夫伯，今天他才是 Superman 吧？哇，他披上了超人的披风，是今天化身为超人，球技算防守。好，布鲁克曼发生了失误，这边艾夫伯拿到球，一个打两个，跨步上篮得分，艾夫伯。对，终止得分荒了。好，这边有身体的对抗，补了2次，终于补进了。艾夫伯，好球！抓了2个篮板的节奏，要看怎么样来去做控制哦。看拉贝塔可不可以在最后2、3分钟复活，也许可以真的当个真超人一天。哎，但是这边艾夫伯一生平安哦。再说一次，好，给地板球，这个传球差点发生失误，但哎呦，艾夫伯。